主料，土豆200克，金针菇50克，辅料，油，盐，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准备一只土豆和一小把金针菇，将土豆擦丝，金针菇切断，热锅冷油，将土豆丝倒入锅中，煸炒至稍微软后，将金针菇倒入锅中一起煸炒，撒盐，炒至两个都软了即可起锅。烹饪技巧，土豆丝和金针菇下锅时间间隔不能太长，不然后面土豆太烂没有嚼劲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